港都爱世界系列活动 Family 家庭周末夜草地 Pop 音乐会正式开始。线上所有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是无吃饱吗？好，我们高雄的朋友的热情在哪里？再问候一次好不好？线上所有高雄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哇，丽婷今天真的好开心，因为从现场来了好多好多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对不对？是因为我们从下午开始啊，就已经很多朋友聚集在这边了，因为今天呢是非常非常棒的活动。是的，没有错，今天是我们庆联港都有线电视所举办的爱世界系列活动，今天是草地 Pop 音乐会。是的，那今天也看到很多很多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会的活动从晚上的6:30会到9点，晚上的9点钟。那大家呢，除了可以平常呢在我们第四频道高雄都会台可以看到我们很精致的直播的一些节目，譬如什么呢？譬如我们的高雄亮起来、公立吼力在，以及我们的高雄现场，还有我们每天晚上5点半首播的港都新闻，是以及嘻哈高雄。就是呢，大家只要锁定我们第四频道，你想要知道高雄所有人文气息的，或者是一些艺术特色，以及各区或者是在地呢非常新鲜有趣的事情，通通在第四频道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想要爱我们的高雄，那就一定要锁定我们第四频道。那今天其实也很开心，因为除了直播很精彩的节目之外，也希望大家可以走出户外。没有错，其实我们庆联港都呢每年呢都会花很多花经费，然后准备非常多的人力来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来回馈给我们高雄的市民朋友。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场有很多的摊位，尤其是哇，刚刚已经一堆人在旁边等候了，对不对？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摊位。我们可以来领取我们的兑换券，免费来兑换我们的啤酒、我们的弹珠汽水，还有刨冰。是，那以及呢，只要是我们的收视用户，我们也可以来兑换精美的小礼物。对，那凭着账单，或者是说可以到我们的棚子那边去填写一下资料，知道你是我们庆联港都的用户呢，都可以来进行我们的兑换。是，那除了刚刚丽婷讲的这些东西之外，面对舞台的右手边，哇，这边摊位也是非常的精彩。是，我们有提供了闯关的游戏，还有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吃饭或者是嘴馋呢，都可以来旁边进行我们的购买，我们有非常多的美食。是，意思是说我们今天晚上的晚会，我们的音乐会，好，大概五价够了，好不好？还有很多非常好听的音乐可以来享受一下。那今天我们也非常多的长官贵宾来到现场。是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有我们庆联港都有线电视的董事长黄健全，黄董事长，董事长好，董事长欢迎，欢迎我们的董事长，欢迎董事长，以及我们新闻局副局长蔡秀玉，蔡副局长，副总好，副总晚安，以及要欢迎我们的吴益正吴议员，议员来到现场，掌声欢迎议员。是，再次感谢呢我们长官贵宾，还有高雄好多好多的朋友，这样看过去应该有50,000人吧。很多有没有？对，就是把它当小巨蛋一样。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先邀请一下我们的大家长来跟大家说几句话。是，我们来邀请我们庆联港都有线电视的董事长黄健全，黄董事长上台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掌声欢迎我们的董事长。来，播下过节好不好？谢谢。因为要很感谢我们董事长举办今天这么棒的活动，让大家听歌。是，欢迎董事长。新闻局财富局长。吴益正吴议员，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晚安。董事长晚安。谢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草地音乐会哈。那庆联港都，我想我们每年都会办一些公益的活动，那今年也不例外。那这个爱世界这个系列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那演唱会我们这个系列有办两场哈，一场就是今天。那还有一场是在下个礼拜，就是9月19号，在凹子底的这个森林公园。那我想，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好哈，我想是一个听音乐非常浪漫的一个夜晚。那我也希望，今天的这个音乐会能够带给大家今天晚上满满的这个幸福哈。那最后也预祝各位在现场的嘉宾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再次谢谢我们的董事长，谢谢。是的，很厉害，有没有准备这么棒的活动给我们的市民朋友？没错，而且记得我们刚刚董事长又在跟大家说，有两场都是免费的，希望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的非常好听的音乐。那紧接着呢，我们要来邀请的是我们指导单位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副局长蔡秀玉蔡副局长来跟大家说几句话，来掌声欢迎我们的蔡副座，掌声鼓励一下。办了音乐 party 的活动，副座欢迎副座好。啊，青年港都有限公司，黄董事长，还有我们市议员吴怡真议员，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副座好。其实青年港都有限公司呢，真的是每年都在推社区公益活动啊，包括今年初也有个社区运动会啊。今天这一季呢，就是有两场的 pub 音乐会，还有学校的巡回话剧的表演啊。其实港都青年在地呢都有很多回馈市民的一些活动，除这个活动之外呢，其实也做很多的公益，包括会青年港都也有对于弱势团体的一个照顾啊，就今年上个月就捐给南福中心100万给弱势的学生呢作为助学金。除此之外呢，对于我们弱势团体还有长照的安养中心呢，在收视费上也都给予1/3的优惠价而已。所以在这里真的非常感谢我们青年港都在高雄这市民们呢做这样的一个回馈啊，我们再度给他们鼓励，谢谢，谢谢青年港都公司对我们高雄市民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啊，回馈给大家。最后呢，我就祝这两场的音乐会能够顺利的圆满成功，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再次谢谢我们的蔡副座，谢谢，谢谢副座。也感谢我们副座带来这么多的祝福，那也希望呢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大家都可以呢享受在其中，是没有错。那紧接着呢就要带来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是的，我们邀请哪一位出场呢？就是我们的 Carrie， 来掌声欢迎我们的 Carrie 老师带来第一首歌，叫做《就干嘛谈微博》，来掌声鼓励一下，鼓励鼓励，谢谢。
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却更能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什么时候你才回到我身旁，让我再和你一起唱。现场朋友会唱吗？就跟他唱不会不一起来，就跟他唱不会不，就跟他唱不会不，就跟他唱不会不，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日，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就跟他唱微博，现场一起来好吗？就跟他唱微博，大声一点，就跟他唱微博，很好听，就跟他唱微博，再来一起好吗？后面的大高雄的声音真是好听，就跟他唱微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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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太好听了！天哪，来，掌声不够热烈，来，再热情一点好不好？掌声鼓励！谢谢现场所有非常棒的高雄的大家朋友啊！是，我觉得 Carrie 真的很会唱，超有爆发力的，而且听说我们 Carrie 是一个歌唱比赛第一名啊，冠军是哪一个？就是我们原住民电视台的原氏英雄榜第一届的冠军，掌声鼓励鼓励！现场有原住民朋友吗？举手一下好不好？让我看一下有没有啊？拍那位打过了，你是吗？一样是原住民，那你差价贼。可是你是，你应该是阿美族吧？好强是吗？猜对了吗？猜对了，然后给你发一下，谢谢。然后就是我们比较不会唱的阿美族，是，真的很厉害。那为什么会选唱这一首歌？因为我们在台湾呢有非常多部非常经典的电影，那我选这首歌是因为它感动了我。这部电影在叙述当年呢退伍的一个老兵，他靠着捡破烂，然后辛辛苦苦的把他的这个女儿养大，可是这女儿是弃婴，那他就把她很辛苦的把她抚养成人，然后因为呢这位长大之后呢，他就在他全心投入他歌唱的演艺事业，所以呢他忽略了无可取代的亲情。然后他曾经一度的就是在这个当中就是拒绝承认他跟他亲爱的父亲的这个关系，虽然他只是个养女，但是就是没有一度不承认这个关系，然后一直到当他想要挽回这个亲情的时候，他亲爱的爸爸已经离开了。哇、wow, ，因为这一部片呢、啊、叫做《搭错车》，是對非常感动的一个故事。对，因为刚我们可以应该自己讲一讲，都快要掉眼泪了哈。对啊，因为我觉得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取代不了的亲情，然后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那个真心真意是永远最无价的。是，所以这一首歌也算是我们 Carrie 80年代、90年代当中很经典的一首歌。是，那接下来呢，想要带来什么样的歌曲？是，接下来呢，我要向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位歌手，也是我们蓝色狂想的超级歌手 Rita， 来掌声欢迎 Rita。哎，高雄的朋友，大家晚安，挥挥手让我看一下你们好不好？这首歌。
歌可能爸爸妈妈比较熟悉哦。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的长长的剑，好像在燃烧。沉沉的夜徘徊在木棉的轻轻的风，吹过了树梢。手借给宝宝好。木棉的，我怎能忘了？那是去年夏天的歌唱。木棉的，我怎能忘了？那是不惧梦里的波涛。就像木棉的，季节过去就谢了。爱情就像那木棉的，缠缠绵绵忘不了。热情在哪里？让我听一下好吗？谢谢大家。我们后面的朋友比较暗一点哦，所以手要举高一点，我才看得到你们。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的长长的剑，好像在燃烧。沉沉的夜徘徊在木棉的寒冷的光，吹过了树梢。木棉的，我怎能忘了？那是去年夏天的波涛。木棉的，我怎能忘了？那是梦里难忘的波涛。就像木棉的，季节过去就谢了。爱情就像那木棉的，缠缠绵绵忘不了。歌曲《木棉道》，可以让我看到你们爱的小手吗？后面的挥挥手，耶，好棒！会唱的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哦。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面对面，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舒服的节奏，一起来！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的去。现场朋友会唱吗？现场所有朋友，到如今年复一年，忘不了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落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非常经典的民歌，尖叫声好不好？现场上的朋友，接下来呢，我希望我们台上台下的朋友可以一起在这个民歌时代非常经典的这首歌当中一起来唱和，可以吗？准备好了吗？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卷起，只为那老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来点尖叫声好不好？掌声的尖叫声。好，这一首要稍微动一下身体，甩一下脚，但是鞋子要穿紧哦，好不好？Start spreading the news. I'm longing to stray. I want to be a part of it. New York, New York. Let's lay off my shoes. I'm longing to stray. Right through the very heart of it.New York, New York. I want to wake up in a city that never sleeps and find I'm king of the hill, top of the list. Less little town blues, I'm melting awayI want to be the part of it in all New York. If I can make it there, I'll make it. Anyway, it's up to you, New York, New York.Never sleeps and find I'm king of the hill, top of the list, king of the hill, a number one.白浪出沙滩，没有椰林水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
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爸爸看醉怒，饮过残花蜜，想着小弟我太笨，笑甲嘴嘻嘻。恰恰恰恰恰恰，最挤的拢甲努力，每日打嘴恰。Never gonna dance again.Guilty feet, I got no reason. Sorry, is it to pretend? I know you're not a fool. Should you know better than I cheat a friend? Wasting chance that I've been given. So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the way I dance with you. Oh no. 有听过吧这首歌？有听过的朋友，掌声。不错啊、哦！